怎么讲了一声？你干嘛呀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也不事先和我说一声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难道给我姐的手机打电话了？手机没信号。哔嘟哔嘟，我要短信哎。哦，刚刚我们在地下车库，那里没有信号。刚刚好像吃坏东西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。那我们先回家。嗯。